有一位姑娘了不起，十五六岁小年纪，又天真呀又美丽，又聪明又伶俐，姑娘样样了不起，就是有点不讲理。你说东来他说西，你说高来他说低，一会儿开口笑嘻嘻，一会儿掉头不睬你。姑娘样样了不起，伺候起她来不容易，要是她一个不满意，马上就给你发脾气。这样的姑娘你欢喜不欢喜？这样的姑娘你欢喜不欢喜？你说东来他说西，你说高来他说低，一会儿开口笑嘻嘻，一会儿掉头不睬你。姑娘样样了不起，伺候起她来不容易，要是她一个不满意，马上就给你发脾气。这样的姑娘你欢喜不欢喜？这样的姑娘你欢喜不欢喜？